挑战。比分是4-2，晋级到四强。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。偏正手短球，就是这个球。哎，如果能退，好的，力量全部都发出来了。所以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回圈。机会，把龙拉起来。啊，漂亮！把龙发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。良好的一个竞技状态，应该说在近一年多的时间，是我看到水谷隼打的最。也有个别的环节，就是说马龙感觉到打的不是太顺手。整个技术可能都会出现问题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如果解决不了，那在这一个问题上会引起其他的连锁反应。哎呀，漂亮！这个球巧妙的清。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亚洲杯乒乓球比赛男单的半决赛。甩斜线，或者反手的连续主动。好球！摆的又低又转，好球！12-10，马龙是赢了两分球，现在3-0领先。进攻，好球！强攻球，所以一下呢，就是比分拉开了。男子单打的冠军，自己的孩子要能够成为世界冠军。好的，马龙继续拉。好球！半台，比如说，孩子的这个年龄小，个子矮，少年儿童这个阶段，就需要这样一步一步的给孩子打基础。
这样马龙11-6，4-1的。